《西游记》是我国古代神话小说中的经典之作，作者突破了天地时空的限制，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。唐僧师徒四人经历了999难，终于取回真经。那么在艰苦的取经之路上，他们遇见了什么样的妖怪？他们当中哪个最著名，哪个又最厉害呢？请看《细说西游》第三集《智斗群魔》。《西游记》中最出名的妖怪大概就是白骨精了。在白骨岭的白骨洞内住着一个凶残狡猾善于伪装的妖精，他为了吃到唐僧肉，几度变换为人形，想要欺骗唐僧。孙悟空三次识破了他的面目，将他就地正法。这段故事描写了感人的师徒情谊，设计了曲折的故事情节，因而成为了各类艺术作品中争相演绎的内容。而在戏曲舞台中，要数少剧的三打白骨精最为著名。这些神怪戏呢，女的呢主要多以出手为主，男的呢就是孙悟空这块的话呢，主要以他的造型，以他的表演，还有就是他的激烈的武打，再有一些个他自己的特色。你比如说挑刀啊，金箍棒啊，耍锤啊，宝剑入鞘啊，还有12杆锤啊，多少杆枪啊，多少个叉呀，反正就是越这个神话色彩越丰富，你这个戏越好看。在《西游记》的故事当中，有一个妖怪十分特殊，他跟孙悟空长得一模一样，本领也一模一样，就连观世音菩萨都难分真假。他就是传说中四大灵猴之一的六耳猕猴。如来佛说有4个猴是不在这些个人的这些人管辖之内的，一个叫灵明石猴，也就是孙悟空；一个叫通臂猿猴；一个叫赤尻马猴；再一个叫六耳猕猴。六耳猕猴就是假孙悟空。这个假孙悟空为什么能成事？因为假孙悟空啊是善领听，千里之外的事他都能听见，他上听33天，下听18层地狱，所以呢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这个六耳猕猴可以说是西游记众妖怪中最特别的一个，他的实力和孙悟空不相上下，他们从天上打到海里也依然胜负难分。这么一个本领高强的妖怪，为什么要假扮孙悟空？他与孙悟空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实际上这个如来在指出这个六耳猕猴的出处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。他对大众说呀，你们都是一心，且看二心竞斗而来。是什么呢？就说你们都是一心人，但是有人偏偏就具有二心，而且这个二心正在进行着非常激烈的竞斗。如来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得非常清楚了，六耳猕猴也是真的，悟空也是真的，他代表着悟空那个方面的想法，那个代表悟空那个方面的想法，实际上就是已经非常巧妙地点醒了悟空，所以悟空当时就醒悟了，拔出棒子来，然后就把这个六耳猕猴打死，实际上就是用他的这个行动，然后向如来表示，啊，我的二心已经被我打消了，从此以后我就只有一心。我们都知道
战胜他人不容易，而战胜自己则更难。但是孙悟空从踏上西天取经之路起，一路尽心尽力保护唐僧，降妖除魔，在一次次磨难中不断成长，最后直面自己的心魔，一棒打死六耳猕猴，从此再无二心，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。可以说，昔日不可一世的齐天大圣，如今已彻底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取经人。这个事情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他已经在于非常清楚地告诉这个取经队伍，特别是唐僧、孙悟空在这个队伍里边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。没有孙悟空的加入，这个经你是完全取不到的。而且确确实实，从此以后师徒之间就再没有发生过什么严重的冲突。是八十年代的时候，福建省京剧院拍的是《镇江美猴王》，他那导演是李幼斌，他们那真猴呢叫王金柱，假猴叫徐大松，两个人都非常年轻，那时候才三十出头，而且武功非常高，手里的功夫特别好，什么宝剑入鞘啊、顶刀啊、耍锤啊、耍棍啊，都非常有特色。所以这个戏呢，在当年呢是红极一时。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中，有一个妖怪让孙悟空束手无策，他就是大鹏金翅鸟。他神通广大，速度极快，是狮驼岭三怪中实力最强的一个。虽说很多妖怪与孙悟空对阵都是不分高下，唯有大鹏金翅鸟彻底威胁到了孙悟空。那么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妖怪，足以让齐天大圣都甘拜下风呢？狮驼国其中有三个妖怪，这三个妖怪呢，一个是青狮，一个是白象，一个是大鹏。这青狮跟白象呢，是天上的神仙，是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两个坐骑。这大鹏呢，如来佛曾经跟孙悟空说过，说大鹏啊是一个出身非常高贵的这么一只鸟，这在西游记里有这么一段话。这个孙悟空去求这个如来佛时候说，这大鹏鸡这鸟哪来的呀？哎，要说起来他还是我舅舅呢。当初混沌初开，万物生灵，有飞禽走兽，走兽以麒麟为长，飞禽
以凤凰为长，凤凰生下孔雀和大鹏，孔雀好吃人，曾一口把我吞入肚中，我刨开它脊背来到灵山，我本想取它性命，众仙说我若伤害它，犹如伤害生身之母，故而我将它留在灵山，封为伯母孔雀大明王菩萨。啊，原来那妖怪是你亲娘舅啊。孙悟空为什么怕他？因为别的这个妖怪啊跟孙悟空打，孙悟空如果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孙悟空可以跑，因为孙悟空一个跟着十万八千里，没有一个妖怪能追得上他的，只有大鹏。大鹏是一山，他现出原形以后一山九万里，再一山他山两幅山就追上孙悟空了。在我们京剧舞台上有一出戏叫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，讲的就是这段故事。该戏的武打精彩，场面宏伟，具有很强的观赏性。大鹏这个人物在咱们这个京剧舞台上只有《十八罗汉收大鹏》和《金翅大鹏》这样的戏来体现他。在《西游记》里头他不见十八罗汉，就是如来佛亲自来把这个收走了，但是在老先生他们的这个策划下，他们把它变成十八罗汉收大鹏，这戏就好看了。因为十八罗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象，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，是吧，各种各样的开打造型啊，当时是成为美谈。自问世以来的几百年间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，它不仅在中国广为流传，甚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享誉全世界，如今依然有许多人在不断的揣摩和研究它，它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符号。